对，女人是不能上桌吃饭的，等男人吃完才轮到我们。不吃了。老公，算了算了，我带依依出去走走。妈，过来给我喂饭。你看我儿子刚毕业就这么有领导力，去你公司做个总经理肯定没问题。依心，你怎么吃独食啊？当妈的没教好。这是给我妈妈留的。留什么留？女人只配吃男的剩饭。素质教育的漏网之鱼，想进我公司就你也配。依心，走去找我老婆。你就是我的小星星。暖宝宝一点都没用，还是痛。这个管用吗？有一丢丢用。这个能行吗？好像还行。这个可以吗？还差一点点。这个呢？可以你把我宠坏。请帮我订阅一下哦。谢谢。